乌那卓鲁表演艺术团，我呢咱们那个舞台剧《天界塔山》给是美烂了，而且呢卓鲁市区阿不走了走，就走路干的不蛮能够走。而且呢卓鲁表演艺术团嘛到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把路拉能玩的，嘛没啥，嘛的路帮助玩的五站的 CD， 阿不是个人玩的当那 A 个，嘛到玩的当那下子不路。嘛，当初讲的嘛，只过了慢慢能走人，怎么走了给打？葫芦巴扎走到那大木吉木路塔山，对说二那到那阿扎尔阿巴走了天界塔山，谁是呀？卓鲁表演艺术团，我呢到那沃罗你干嘛呢？嘛没啥，而且那卓鲁社区阿巴走了走，就卓鲁讲的慢慢能。伊嘛改呢，走嘛到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把路拉能玩呢，嘛的路帮人住，嘛扎呢 CD， 阿不是个路把微电影把拉阿尼我，做做路干呢，嘛做过路也是一样。出版的 CD 其实是主要是剧目的背景音乐，那全创作就是完全由我们这个团员里面会创作的，他们就执行这个案子。我们也搭配了我们整个的创作的纪录片跟一个微电影，这个微电影算是就是这个剧目的前导片。阿管处嘛，噶是本来是 COVID-19 是个么啊，一度木路做到了上海，那个而且呢，竹路社区耍周竹展演中心给加固，而且呢，在那那一时调做八点六百人，伊嘛耍竹路表演艺术团调个呢摆了半一年。在未来的宣传部分，我们在竹鹿社区，在今年会有周竹展演中心，几周市集的新建工程会完工启用，那也我们会希望社区他们这个定目剧也能够经常性的定期性的在这个展演中心能够表演。郑新德马加西阿不作为我们当了独木个可怕干嘛那个 CD 马达帕达拉尼我马加说 A 个那个乌鲁巴扎因妈妈尼格勒阿努巴斯干嘛那个一起 CD 也是把这本个第二个呢把独木路我们当了你白查第二马祖父母干嘛那个马斯丹妈妈能你干嘛那个把你多么多多路咖喱。